这马上将过年了呀，在这里呢，教大家一个唐朝时期的见面礼，叫大唐插手礼。我给大家示范一下，大家可以先把自己的右手做成这样的一个形状，然后用自己的左手在前方握住大拇指，右手大拇指的根部，然后放在胸前微微低手，这就是大唐的插手礼。我们呢，就用这样的一个礼仪给观众老师们拜个年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牛年大吉。